him. <音>速度比你们快。结果我赢了呢。男生一排，女生一排，女生坚持不往前排。现在是出现性别认同的问题吗？大家都觉得自己是男生就对了。设定你的性别其他。先发。先发，我叫。是什么时候让学长爱上你的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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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码过来了。来，奶茶下去，你不要扣，垫脚尖就不要扣。给快一颗，压低快。
要再一直被起来接。谁？没有他想抓，然后接起来当英雄。然后第二局就被换掉了。可以，因为他是跟西门打，就换掉。哦，对啊，被学长换掉了，换下冷静一下。然后裁判没有吹的时候，不要进去。奶茶死，然后麦坤自己走出去。你要跟院里国小张明玲老师说谢谢。好的。啊，你要说谢谢啊。谢谢。谢谢。人缝找出来，人该打穿打穿啊，不然一直在外围你怎么打？还是有机会会死。然后你。你要跟他们讲说，打到人，不管要不要进去，就是。你看，那没得看了。硬塞正中间，你觉得这样合理吗？想一下，要抽打，你看有没有？我有没有说中？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猜到他抽打？因为外场被拦截。一定要把你的。好漂亮，姚宇，你想一下，我说进攻前那个传球要怎么传，试着做看看，做不好没关系，试着做。就用左手接，没有关系啊。怎么会这样处理？啊，彬彬准备这颗啊！哎，有。女版刘雨琦，刘雨琦来了。
苗语差点变刘雨琦呢。好，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午餐。今天吃的是牛肉铁板面。牛排，好吃吗？好吃，这个是板桥的老师推荐。看来颇受好评，比之前的锅贴。评价很高，所以你们比较喜欢吃这个，不喜欢吃锅贴？锅贴比较好吃。那便当呢？便当不好吃，便当还可以。啊？街头访问一下。第一次来友谊赛的，上场吗？有，月底的时候都有上。都有上场，还有死掉吗？嗯，好像就死。啊、那不错啊，那表现不错。没有，我吃两次。你吃两次 ，OK， 好。有一次是彩线。好，今天吃的是铁板面，王伟树老师强烈推荐，因为他们上次去跃动青春也吃这一家。你们比较喜欢吃铁板面还是锅贴？锅贴。啊？铁板面。哇塞，看来女生是分了两派。你什么时候球从旁边过，你才会蹲啊？是不是？这是好看吗？要弓箭步，你叫弓箭步什么？要我们吹吗？别要求你们很快吗？他比赛前讲半天，不讲听到哪去了？他们刚才打不好被我骂，然后骂完整个气氛哈非常凝重的时候，好，我竟然挑这个时候放屁。整个严肃的气氛就被他的屁给破坏掉了。